亲自主刀做这手术，没问题。你说什么？那老大夫姓什么？姓廖啊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我还以为啊，看着是个挺正派、挺有本事的老大夫呢，谁知道他就是那个把人家弄得家破人亡的那个庸医。什么家破人亡？你怎么忘了？咱们宋萍萍来住院。 啊，有一家家属，人家到这来讨公道，那就是他惹的祸。妈，您别想那么多了，可能是人家那家属弄错了。什么人家弄错了？是你糊涂。当时啊，还是他们那院长亲自出面，才把这事儿给摆平的。人家属不干，最后把他那个那主任给骂了。哎呀！ 保佑我们大孙子平安吧！我这大孙子要是有个好歹，我们老胡家也不是好惹的，我就跟他同归于尽。孩子检查，通气改善，血氧饱和度改善。德瑞，我们该交换场地了。赵老师，辛苦啊！廖老师，母婴安全最大优先。 我只是在教科书上看到过，这回啊，我真是太佩服您了。要不您收我当徒弟吧？当我的徒弟？啊，那好，我先考考你，什么是一个医生的责任？啊？你不要以为人家家属不签字，你当医生的就没有责任，结果好没有问题，如果结果不好的话，照样还是你的责任。哎，快去快去，有人在做手术呢，要不然你真要被炒鱿鱼了。 廖老师，他的呼吸还有杂音，还没有发育完善，我觉得还要送回我们科室再监护一段时间，我怎么跟家属交代啊？家属可能对我们有些误解，你不用去，我去了。我老脸老皮出面和他们交代，应该不会为难我，真的。您这样，我去。那我还是送回来。哎，你不是换科室了吗？ 好的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洗在哪儿？哎，这里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多可爱呀、啊！就是早出来几周有点弱啊。在哪儿？像你长壮点就好了啊。对啊，在里面待几天就好了啊。好，我给你开门。好了。小心啊！哎，好。小心啊！廖老师，辛苦你了。哎，没关系。 廖主任，这是你们的旁边家属。哎，廖主任，手术顺利，母子平安。哎呦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谢谢。
宝宝，我们已经送到新生儿监护室了。监护室？哎哎哎，不对，大夫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刚才说监护室了，他是不是有什么危险啊？孩子没有危险，孩子很健康，但他毕竟是一个早产儿，所以他的体重很轻，他的呼吸系统现在还不够完善。你是说他不会吸气儿？他不是不会吸气，他能吸气。 他出生的时候有1点点窒息，经过抢救没有问题的。窒息？这手术前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七活八不活，最怕的就是早产的孩子。可你们非逼着让我们做手术。但是不做手术那是万万不行的，他们母子的生命安全是有危险的。您放心，像这样的孩子是很多见的，经过治愈不会有后遗症。我不想听你胡说八道。哎，林大夫。 这是朱成多久的小宝宝呀？真可爱。这个是早产儿，所以要在温箱里待着。哦，你呀，你就是个庸医，你就是个杀人凶手啊！别这么说。你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的有错吗？啊？ 你别以为我们当病人家属都不知道，你已经不是什么主任了，你已经被医院免职了，你弄死了人家没出生的婴儿，对吧？你逼疯了人家的女儿，你弄死了人家的老太太，你哎哎哎，你别走啊！你听我说呀，啊，我说的有错吗？啊，你就是一个杀人凶手，闭嘴！你帮我看一下孩子啊！啊！ 你觉着呢？你们都看见了，早产的孩子会有各种突发状况，重则会危及生命的，必须在早产儿监护室有专业人员来监护。你们，好，我现在就问你一句，你的孩子是留在我们医院继续监护，还是你立马签字带走？如果你要带走的话，你现在就带走，我们医院不负任何责任的。如果你要留下的话，请您保证你能做得了你孩子的主，请走你这不懂事的父亲。监护，我们在这儿监护。爸，你就让我做回主吧。 老师傅，您让一下行吗？不行，我得跟着进去，他不让进去，我在外边我也得看着，不能让他们再作践咱们这独苗了啊！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看看我妈跟平平去，手术快做完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。
再加上我爸爸他脾气急，实在是担心这个孩子，所以说我能理解。把我白大衣拿来。好，放心吧，唐平现在情况还是很稳定的，他醒了以后好好的去安慰安慰他。他腹腔的癌症虽然是已经扩散了，但是我作为他的医生，我还是挺乐观的。梁主任，我代表平平感谢你。这，你，要不然你打我两下得了。没那个必要，没关系的。真的，其实我倒是在想啊，唐平那个孩子也挺不容易的。他为了保住这个宝宝，其实对他身体的损耗是很大的。作为丈夫，这一辈子都要对他好。哎，梁主任，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下，我看看我妈跟平平去。但也不要过于乐观，我们自己应该清楚我们还存在很多问题。不过上面既然已经给予了肯定，报纸一定会往正面报道，很多学生的问题也会马上解决。行，一会儿我会带着他们几个去接受领导关怀。好。李院长，李院长，廖主任被病人家属打了，手术室门口。去就来吧。好。我刚下手术，刚才剖腹的双胞胎特别可爱，我今天赶不上早查房了，我一会儿去跟秦老师说一声。妈，我突然间特别饿，咱们俩去吃门口的小笼包吧。你不是一直说要带我去吃吗？这些患者的家属啊，他们真的是不懂事儿，他们也不知道从哪里听说的，说我就是一个把人弄得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。说着说着就起了急，他们只是动手推了我。李院长，你忙你的去吧，没事儿的。我就想一个人坐在这儿，静一静。那，要不我让小春送你回家吧？不，我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我不想见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我的女儿。刘老师，您听我的，还是让小春陪着你好不好？不用。他陪我，我跟他聊什么呢？我都快退休了，临了临了，被患者辱骂，这辱骂的是一个事实吗？我误诊了，我失职了，我被处分了。我真的不想跟他聊这些。梁老师，那并非是误诊。是这样的吗，李院长？
知道，我的错不在于武真，我的错在于我管得太多。我要替患者做主，包括今天也是。你说，一个中毒性休克的病人还要保胎，我今天的这一台手术是在家属没有签字的情况下进行的。林院长，对不起，也许我真的又给你添麻烦了，给医院添麻烦了。你别这么说，梁博士，这次的情况您的选择没错，如果说这些家属再来闹事儿，我们会拿出相应的措施，您放心，我会处理好。谢谢你。林院长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我觉得我们医院和患者之间不能只是提供服务和购买服务的关系，我们不能在病人不认知的情况下让病人自己去做主，那是我们自己在推卸责任。真的，李院长，这可是我坚持了一辈子的理念，因为这个理念幸福，哪怕就是在今天我被患者辱骂没有关系，我还是要替他们做主，至少我替他们抢回了两条人命。所以我依旧感到很幸福，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的女儿，我的学生，也包括您林院长，能够真正体会到我现在说的这一句话，当一个大夫是多么的快乐和幸福。你忙你的去吧，我知道您特别的忙，全院上下事无巨细，当一个院长太不容易了，你就让我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，我想好好的休息休息。帮了我两次忙，谢谢你啊。没有，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。林大夫，其实你是一个很努力也很尽职的大夫，你说过在你心里挽救生命很绝对也很纯粹，自然不会分等级贵贱，但是林大夫，你是否真的尽职了？
刚才你也跟孩子家属说了，新生儿随时会出现各种问题，这也是孩子需要监护的原因。而你刚刚却在情急之下丢下了一个还那么小的孩子，意外可能随时都会发生，而你作为在此期间对这个孩子负全责的专业人士，却因为一时的冲动把一个你要绝对负责的孩子置于危险之中。对不起林大夫，我是一个记者，我也必须尽我的职责。看了这场抢救中贵院的反应，其实我真的觉得第一医院在很多方面确实走到了同类医院的前面。我也很佩服林院长的管理和理念，我也希望他更多的理想能够变为现实。我其实不想在这个时候给你们制造任何的阻碍，但是作为一个舆论监督者，我不能对我发现的问题缄默不言。难怪呢，我肚子都饿了。我也快饿死了。再忍忍啊，马上就完了。好嘞，搞定。你管府啊，出了事你负责。来来来，慢慢。啊，刘叔，想吃什么？那我肯定得来吃鸭子呀。对。大半夜给我们折腾起来了，我要条鱼。嗯，我给韦老师省点，带上他就行了。看你这点出息啊，这都没问题。我请客，待会儿让凌源买单。好，市长请大家吃早饭，赶紧跟我走，接着领导挂牌。哎呦，快快快快！我就说了啊，别想买单。嗯，林院长，今天呢？我们为了一场突发的大型事故突然而来，可看到的仿佛却是一个早已准备好了的医疗团队。邢市长您夸奖，我们医院本身年门诊量就是全市最高的，所以为此我们特别要求了普外心内这些科室四线专家负责制。我们总值班接到电话五分钟以内，普外四位专业组长就已经接到通知，其中两位二十分钟以内就已经到了。是啊，在这方面我早有耳闻，进你这个第一医院啊，很难呐。我们第一医院压力是全市最高的，可是我们的工资也是最高的。这就是让凌院长闻名卫生部的那个精品服务要有精品收入的理念吧。如果我的专家一下班就考虑如何去抢购低价猪肉，那我这个院长当得不好。可如果说通过我们的高工资可以让他们把家务外包，我们想征求他的医学判断的时候不能随叫随到，那肯定不能成为我第一医院的选择。很好，不管有什么动力啊，有了第一医院这样的水平，它就不简单。我替伤员和患者群体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您慢走，先生长。嗯，现在很多人把你们的精细化管理说成是噱头，甚至说成是阶级分化。但是今天通过这个抢救，我们可以看出精细化管理之下的成绩。那还不如多靠您的支持。刘院长您好，有一些问题我必须要跟卫生部相关领导好好谈一谈。
记者去跟你和卫生部领导说了。是啊，当了这么多年的医生了，我怎么可以犯这样的错误？你怪我吗？尹卓，咱们先不想了，好吗？其实你就是怪我，你觉得我太冲动了，对不对？你之前说我脑子笨，干什么事都稀里糊涂的，我只是不愿意在生活上计较而已。但是我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，我没有问题，我能做得很好。但是现在呢，我的工作上出了这么大的篓子，而且还是在这种时候。尹卓，咱不想他了，你不用自责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你心里边很烦，我知道。本来很完美的一场抢救，却有一个不懂事的下属给你闯了大祸，而恰恰这个人就是我。凌远，我不想难为你，你别管我了。什么叫不管你？我能不管你吗？尹卓，其实我来是想跟你说，这段时间你太辛苦了。你肚子里怀着我们的孩子，真的不能这么拼了。你现在就应该好好的养一养身体。所以我想，要不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。林月，你这么说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的错，所有的责任我都会承担的，不管是处分降职，甚至严重到要开除我，我也绝不会说半个不字，我心甘情愿的。但是你现在你怎么能够让我去当一个缩头乌龟就这样躲开呢？这算什么？难道是我不能当好医生，让我回家生孩子去？念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不说了。我说了，医院给我所有的处分我都接受，毫无怨言。我真的太累了，现在太累了，你回去吧。尹卓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走啊？那我走。不错，比以前好多了。谢领导。24小时一定要把尿管好。哎呀，跳白，老师。哎呀，你一拿我就知道你要拿硝酸甘油。真的没事，可能是我刚刚手术台上站久了，怎么脚有点麻。廖老师，你再回去休息吧，这有我们呢。没事儿嘛。那边宝宝情况怎么样？孩子挺好的，已经开始喝奶了。妈妈情况也不错，伤口已经不出血了，没事儿。扶着我干嘛呀？快
回去吧，啊，快回去吧，家里还有孩子呢。回去吧，我们盯着吧。是，你也回去，明天早一点来。对不起。没事，那您不舒服先吃药。知道。你也早点休息。哎，好。走了。今天我值班，回去吧，放心。旅长，没事吧，旅长？放心吧，手术很顺利。等资料打出来呢，我再跟你细说。谢谢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了。他现在麻药劲儿呢，还没过。等一会儿醒了，你告诉他，孩子很不错。哎，以后注意点吧，啊。我在劳模呀，你怎么还在这工作呢？啊，市长亲自发的盒饭，走，先把肚子填饱了。哎，李大夫，我们能再去看看人家廖大夫吗？我们也知道没脸见人家，我就是想替我爸给人家赔个不是。廖老师怎么了？李云，哎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有个老王八蛋把廖老师给打了。哎，你别看我，真的，那老王八蛋的龟儿子亲口说的，他把廖老师给打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事儿你必须得管。那不是打，廖老师说了，只是推了他一下。那能叫推吗？啊，那能叫推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事儿你知道是不是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是在你跟市长去聊天之前还是之后？也就是说，那帮人把廖老师给打了，并说了侮辱他的话，这些事儿你都知道，然后你就若无其事的陪着市长去聊天，去邀功请赏。林远，今天这事儿你必须替廖老师出头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跟你没完。陈局长，您不用担心，这个事情我会处理好。明天一早，各科会在一块儿总结一下今天的抢救工作。到时候念出这个事情，我会通报全员，给予适当处分。昨天晚上，大家都很辛苦，但今天我还是要再次强调，我们已经在超负荷的情况下多接收了14名病患，其中呢，有6名是多气脏破裂损伤。为了严防院内的感染，我们只能规范操作，不能存有侥幸心理。林院长，我正好有问题要问你。昨天市长来了，有没有说什么？市长对我们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表示肯定。等各个科室的总结报告交上来，到时候我会具体说一说的。可就在昨天，我们医院又发生一起病人家属不听解释、粗暴对待自己的主治医生。这件事情市长知道吗？市长在会议室，他怎么可能会知道？市长不知道，你作为院长，你总该知道吧？你有什么批示吗？
总拿眼睛瞪着我。我们现在在开会，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。我很想知道一点，在没有医疗过失的情况下，病人家属有没有权利殴打辱骂自己的主治医生？当然没有。那你们院方针对这种情况，你们做了什么？两周前，杨建新医生被无理殴打之后，滋事者已经被送交了公安机关。现在我们在各个科室又增加了摄像头，保卫处也增加了人手。你说的昨天这种情况，性质不同。这性质有什么不同呢？那确实不能算殴打，只是医患者之间对治疗方法的理解偏差，产生误会后的过激言行。我们现在已经……扯淡！什么叫误会啊？先坐下。那帮病人家属说廖主任因为误诊，害得别人家破人亡。他们为什么这么说？还不是因为我们医院撤销了廖主任妇产科主任的职务。你是院长，你来给我解释一下啊！专家组对廖主任前两次手术的评判结果到底是什么？廖主任到底犯了什么错？关心病人就有错吗？那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医生，谁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？行了，现在开始扫查房吧。秦老师，看见我妈了吗？哦，对呀，廖老师今天没有来呀。他昨天还说要看一下一床三床呢，不会不舒服吧？停止吧，他已经走了。7:35
现在已经到了门诊和手术开台的时间，请各位先不要难过了，先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。凌源，你还他妈是人吗？廖老师死了，你让我们回去工作，你让我们怎么工作？你帮车祸伤员活着，把廖老师推倒，侮辱他的家属也活着，只有廖老师死了。你别他妈这么瞪着我！廖老师总说，当医生好，能够治病救人，能够给人带来健康快乐。你再去问问他，问问他后悔吗？李瑞，你说句话。